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八月社群日的特殊调查活动。参加这种社群日，我们都会买这个券来玩，这样比较有趣啊。不然的话，就很像在种菜一样，就是你就一直抓，一直抓，没什么意思哦。啊，维罗博士，啊，他迟到了、啊，在这里。Hello, Finn, 你好吗？你有看到进化宝可梦伊布大量出现吗？有些研究者认为解开宝可梦进化之谜的关键就是伊布的基因。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伊布它能够进化成八种形态，跟伊布比起来，我只有一套白袍，去哪里都是这种打扮。别管我了，好好观察伊布，搞不好可以从中找到进化的关键也说不定。我们就出门去调查吧。任务：强化宝可梦十次，捕捉十五只伊布，跟投出七次 Nice 球。看一下我们的抓宝神器有没有替我们抓到异色的。哇塞，真的哎！我都随便讲讲，我才玩多久啊？哎，我十分钟，我刚开始十分钟而已，就一只异色的啦。整理一下背包，看有没有值得来投资的伊布。哎呀，又抓到一只异色伊布了，耶、yeah ！我的第二只异色伊布。哎，手动点到。看一下，我今天的三只异色伊布都是男性的。虽然说仙子伊布男生也能够打蝴蝶结跟缎带，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就比较，我觉得缎带跟蝴蝶结是比较女性化的象征。能选择进化成什么属性？社群日限定，你可以改名改 N 次。阿斌讲的。你不信我试给你看，我再把它取名叫 Kira。 哦不，阿斌，我被你骗了。阿斌，你不是说把它改名成指定名字就能够进化吗？我四八是被你骗了，阿斌，出来面对。你看，谁说的？没有用了，我把这个权力用掉了。咱们来看下一阶段的特殊调查。超能力属性的太阳伊布能够透过感受空气的流动，准确的预测接下来的天气和对手的行动。伊布通常会在白天进化成太阳伊布，到了晚上，伊布有计划进化成二属性的月亮伊布。居然会有宝可梦只能在特定时间进化成指定形态，宝可梦的世界实在太伟大，精神充满了秘密。我们继续探索伊布的进化形态吧。接下来就是神奥地区，草属性的叶伊布跟冰属性的冰伊布来自神奥地区，据说他们会为了适应特定的环境而进化。拜托你喽，继续来调查。中间的任务奖励就是伊布，哇啊啊！太戏剧化了，救了我一命啊！廖一郎，你提醒了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资讯，中间那个奖励就是伊布。解得完喽！哈哈哈！哇，松一口气了。没有做效果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啊。哇靠！啊，怎么现在出啦？我刚刚在念你念半天，结果现在出了，干嘛啦？刚刚我们一直想，哇，怎么办？怎么办？都不出，社群日结束了怎么办？啊，结果现在出了，笑死了！他这个吃了宝分之后，他的星星是乘以二的。原本这种喂伙伴吃点心这边的星星，它是只有一颗，那它现在是有两颗叠在一起，一颗等于两颗，所以说现在我们有十二颗了，这样就可以进化成仙子一步了。原来宝分还有这种效果，原本是不知道的。左边这一个进化成太阳伊布的这个图示是对的，右边这个月亮的图示是 bug。没关系，我们今天重点是在异色的仙子伊布，所以我们来进化吧。来了，蓝色的仙子伊布，水蓝。
大功告成啦，电光一闪及精神冲击非常棒。来吧，领最后的奖励，这边是夜一步跟冰一步，出肉。来了，冰一步，看到他那个刘海，就让我想到，我很好奇，水啦，然后呢？啊，这边有一只仙子一步，这边最后阶段的奖励，欢迎回来。看来你已经找到夜一步跟冰一步了，恭喜！神奥地区的环境适应力极高的一步进化成了草属性跟冰属性的宝可梦，这宝可梦适应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也许我们今天还无法解开宝可梦进化的秘密，但是我们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事情。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很重要的。我希望你能从一步身上学到如何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不过我这个老家伙的唠叨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就要请你调查妖精属性的仙子一步，它来自卡洛斯地区，这宝可梦会从蝴蝶结般的触角释放出消除敌意的波动，借此平息纷争。据说一步和训练家的友情跟彼此，据说伊布和训练家的友情和彼此之间的信赖超越某个等级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化成仙子伊布，这实在是太感人了。希望你可以赶快见到仙子伊布，期待下次再见。开始捕捉，1280，仙子伊布。好耶，大功告成，我们的特殊调查解完了，所以他就跑到下面来了。你的选择，雌性还是雄性的，咱们来看看。啊，是男的，没办法，雄雌比例就是这么悬殊，也是合理合理合理的。咱们来统计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我们今天抓到了哪一些很棒的宝可梦。今天抓到了三只，总共三只的异色伊布。这一只369的 IV 是懒颗星，250的 IV 是一颗星。那这只我们把它进化成仙子伊布，那也是一颗星的。比较可惜是并没有三星的意思。三星以上的伊布呢，今天总共抓到了15只。那其中有一些是从我们的我的选择特殊调查里面的阶段任务奖励所赠送的。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伊布社群日。如果各位还喜欢我们这种抓宝可梦的过程，帮我们下方按下喜欢的跟鼓励，再更喜欢一点，把我们频率分享给你认为以后会喜欢频道朋友。我是阿芬，我们下次再见啦，各位晚安，拜拜，大家再见。